过去十几年没有解决市民的民生问题，没有完成台中重大的建设，但是现在他们却来批评认真做事的人，抹杀嘉荣跟市府团队的努力。我要问大家，这样真的很不公平，大家有没有同意？有没有同意？所以各位，这场选战除了要挺住嘉荣，让改革继续下去，让台中继续进步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想清楚，手中的这一张票绝不能盖给只想让台湾走回头路的政党。大家同不同意？各位，如果你肯定台中的改变，手中的这一票就要坚定意志投给林佳龙。如果你看见台中的进步，就要坚定决心，不止手中的这一票，我们还要去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去拉票，请他们一起来支持林佳龙，好不好？11月24号进步台中挺好坐定，这一票坚定信心，不要动摇，不要回头，投给2号林佳龙，好不好？投给林佳龙，支持台中继续进步，支持台中走向世界，让台中不只是做中部的领头羊，更要做我们台湾的领头。